说话。我常听的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像吗？怎么像吗？我们像不像王？王刚刚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像王。梦到你，梦到我。还是不像。有胡子。觉得是新的外形可以吗？啊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因为有些太杂的，这个旁边要修一下。那它到时候长的时候就会比较好看。哦，而且我要故意要留白色。所以为什么突然会留？对啊，这就是男人。啊，老师说不会饿嘛，我们当然跟着老师走啊。老师我们也要啦。对啊，四个单元都把它录完，再吃。拒绝吃。不饿。等一下是铁路便当，但也不饿。不饿，绝对不饿，一定不饿，一定不会饿。你也不会一条飞，是一条飞。我昨天下去超商买东西的时候，人家以为我是教练。可是教练，我看到大家练的都下面小小的，上面很大，就这样。人家看倒三角，差不多倒三角。人家看你身材一样，哇，韩星哦，韩星。看到他身材也是韩星哎，还是韩星呢？韩星韩。喂，我是比我还短。人家比我还短。赶快摸。真的比我大嘞。有练就会这样。对呀、啊，天哪，这我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